训练开始前，许昕来到了热身的队友旁边，和他们聊了起来。熟悉许昕的人都知道，他非常善于跟人沟通交流。这不，他就和梁靖昆聊起了球拍，还不忘提醒梁靖昆在训练中要主背板交替使用。许昕的混双搭档刘诗雯进入场地时穿着非常休闲，她和许昕一样也非常爱聊天，在和王艺迪聊完后，又在热身时跟陈梦和孙颖莎交流。训练开始后，许昕背着手盯着场内的队友，这架势真有点教练的样子。即使是跟陈启和主教练秦志俭沟通，许昕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球台。场地内，刘诗雯则选择了和年轻队员蒯曼一起训练，似乎对他来说，身教的作用远远大于言传。可以看出来，刘诗雯犀利的正反手进攻状态保持得不错。场地边上，许昕拉着结束训练的梁靖昆总结起了技战术，而刘诗雯也会时不时地停下来关注旁边球台队友的发挥。许昕和刘诗雯都曾征战过五届世乒赛团体赛，有着丰富的备战和比赛的经验，他们也会在这次备战过程中将经验传授给更多的年轻队员。